各位网友，今天还是跟上一次一样，许知远诗词讲座。今天还是把我诗作那个作品呢、曾经呢登在魁北克，加拿大魁北克那个诗坛里面的啊，那个因为清明节又到了嘛，我们在多伦多疫情啊真是很糟糕的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去年也是清明节前后，在之前已经是那个肺炎已经发生了，到了今年现在更加厉害，我们现在每一天呢都超过4000，最近呢所以又封城，把那个城市又封了，要每一个区都封掉，所以呢你想清明啊去拜山呢，这除非你一个人去了、你假如你家人大概两个吧，假如你不同家人的时候，或者是儿女结婚以后呢，就不能一个车都不能从两个地方的家人，这是很苦恼。那我去年因为我先父啊是在 Montreal 过去的，他喜欢那个城市，因为他晚年呢觉得非常非常的愉快在那边，所以他还留在那边，所以我们每一年呢，我每一年就从多伦多去看看，那个跟我父亲扫墓。去年不能去了，今年还是不能去，那心里呢有戚戚焉。所以呢，我是想呢，清明近感，很快就到清明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去的意思啊。那我现在呢，可以呢，读给大家听啊。一般来讲呢，我们这个我顺便的讲一下，这个坟墓的地方啊，就最好呢，假如诸位听我讲啊，就比较懂了。你看看我们念的古诗的时候，不管文也好，诗也好，都是葬在三季阳。那个坟墓一定呢，先人的墓葬在三季阳，就不最好呢，不要在三季阴呢、因为呢山里面呢也有阴阳。你看这凡是阴的地方呢，你就不要去，就葬在三季阳最好啊。那个就比较听说了哦。假如你信风水呢，这种的传统的，你看看古文里面呢，什么墓志铭啊，都是葬在三季阳啊。这个不是我讲的，那个一乡我们都是这样讲的。OK， 那我来读给大家听。山阳临叠感，山阳就是坟墓的地方，装在山阳啊。临叠，叠呢，叠声就很高亢的，也是很尖锐的一种无告的一个声音。所以山阳在这种那个墓园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听到这个耳朵啊，好像是闻，因为人少嘛，好像是临叠。我听到我们的冥冥中啊，好像我们听到那个叠声，很高亢、很悲哀的这种感受。方爷啊，梦中悲啊，因为不能去拜先口的墓，所以呢，我梦中啊，那种还要记得他的碑文怎么样写。我父亲的碑文也写得很棒，因为他写江板桥，他有另外一个题，不过我在这里就不讲了。这方爷梦中悲，他给我那个碑文呢、跟他这种悲，但很比较特别，我是想到。在荒野之中啊，特别是现在的时候，他
他是孤零零在那边，也没有人去扫墓了啊、哦。风也梦中悲，我有这个感触了。去岁难为客，我到那边一般来讲过一个晚上啊，到亲戚啊或者是好友的家里呢，难为客。去年我都没有去了。清明洗枕眉呢，又到今年的清明了，洗枕眉，我能够开眉笑一下吗？不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洗枕眉，孤春无连水。这个连水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家乡啊，哦，在以前呢，那人称啊是飞蛾连水，这个各局啊，在我们的村庄落在那个飞蛾连水这个地方。现在啊，我还想到我们家乡孤村，我的孤里无连水。我因为早两年我那个还可以找得动的时候呢，我去过，那个连水呢，通通都干掉了。我们的孤村呢，就是在这个连水的后面，就有那竹巴围住，寒风是很好。然后呢，有那个啊，看到那个飞蛾常常在那个水里面呢，那个飞蛾在那边连水，所以我们叫做飞蛾连水这个腹地。啊，孤村呢，现在呢，我看到呢，那个连水啊已经没有了，那种浅水没有了。山脚云中池，我们这个故村呢，望到最后跟着山脚的时候呢，云中池，我们许氏宗祠在那边，祖墓也是在那边的，祖墓深坑段，因为呢，乡下人不知道哪些不懂的，或者是盈利的人。在山坡地那个地方呢，种很多桉树。其实，在加拿大跟美国，桉树一个木字旁，一个平安的安，这种树啊是不能种的。一种下去，它长得很快，所有那个山地啊，那个养料给它吃受光了。就是那个桉树啊，每家都禁止在那个山不能种。那种桉树长得很快，人偷树的时候呢，就在上面偷下来，就把那个树一记推下来。所以呢，后来那人防止他偷树呢，就在那个墓里面呢，掘这个新坑。你这个从下面你不能下来，到了一个坑一个坑了。所以连我们祖墓啊，所有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好的地方都断掉了，你不能上去了嘛，因为那坑一坑一坑的这样子，防止那个暗室被偷，人呢那个祖宗坟墓呢都给它断掉啊。飞蛾泪影谁，飞蛾我们看到那个水乡的飞蛾也不能下来，没有水了嘛、啊、那我们看到那个祖墓也不能去了嘛，我早两年还去拜，也不能上去了，因为那坑心，我们那个脚也不能动了，也没有办法，一步一拐，那么仰过那个坑啊，怎么样上去呢？所以这个非常是非常懊恼的，这个本来有季节，所以呢，我必得呢，向大家解明为什么我那首诗啊是一气呵成的，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。三年连跌倒了，荒野梦中悲，去岁难为客，清明岂枕眉呢，故村无连水，山脚云中池，祖墓深坑段，飞蛾泪影垂。今天到这个游子啊，清明都不能去，特别
写那首诗，我相信很多人有同感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诸位，谢谢。